真侪方向拢爱去注意着，就是知识水准，甲专业的知识，吼，专业的能力啦，从专业工作的能力。那是讲都市计划、都市规划，就爱都市规划训练啦，吼。啊，要办这个，那是讲这个有关水源，吼。利用哦，是农业的，还是工业的，这嘛爱有这个有关水利方面的训练。啊，另外就是爱有敬业精神，加好的服务态度。一般来讲，咱甲看先进国家的公务员，拢非常敬业。在咱台湾啊，就看到真济真无好的所在。到目前为止。咱现出席，咱的公务人员的敬业精神，也是差人做。我过去伫美国读书的时阵，因为拄入去的时阵啊，足侪拢真外行，足生疏，所以这个会议面顶啊，有一个会主任的特别助理，啊，然后会主任就公开讲，各位若有啥问题，吼，拢会当去请教这个特别助理。啊，所以我就去。一天两天去找一次，一天两天去找一次。啊，我讲，欸，我足歹势呢。啊，我定来甲你找麻烦，你会感觉麻烦我呢？拢没有没有。啊，我职务吼，就是替这个人服务。啊，假使你若拢无来找我麻烦，我就无头路啊。欸，人伊安尼讲呢？啊，若伫咱遮呢，毋是呢？你若啥问题去问公关，即我毋知，你去问啥？哦。啊，是讲，啊，你讲，即我无啥了解，我爱研究。哦，过三工你过来，我三工过去讲，我也无啥了解。啊，你给你拖刷，拖刷拢有意思的呢。哎，叫你问别人嘛有意思的呢。就是我十年前咧做局长，伫遮咧做局长的时阵啊，我有听讲啊，你大师讲哦，每一个新鲜案要通过哦，你上第一关的哦。你内底哦，内底哦，还去两千三千。提前啊，提前。对对对对对，提前。提前吧。不，内底公文内底哦，你业务内底哦，还去两千三千啊。不是讲很贵就看得到，可能爱稍微包起来，哦，啊看袂到，不是很贵看得到哦。啊，若去两千三千，有问题嘛变无问题。啊，你若无去这两千三千。无问题嘛，变有问题，安尼，这服务态度有够歹呢。喂，啊，我想进入个时代，什么那行政革新，已经拢创啊好势好势啊！你叫我讲，就讲伊死啊久啊，我求求你再做局长呢？哦，求你死个，都十二冬啊，过一七年啊，讲说电脑啊，真幺有嘞，我都真接受就对了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先做十二局长，我只是。看会到拢摸袂到的，啊！各单位只业务单位拢摸会到，啊，看袂到呢？你摸会到，吼，拢摸会到。啊，所以你看这个服务精神啊，服务态度就差人足济，差人足济。我1982年的时候，去日本去做考察，拄着个公务员嘛是足敬业的。人伊吼对一个，那是我对东京厅吼，东京的迄、那个东京市的迄、那个市政府的。一个官员哦，安尼甲解说伊都是计划做甲足详细、足详细安尼，哪像一个教授共款安尼，人讲句式名言哦，足深入的啊，然后伊嘛有写册呢，伊个公务员哦，用心干呢，哦写册呢，当然因为制度养成教育，代表咱将来要学习的。我是那边的时嘛去。内务秀哦，就是讲迄个内务省哦，就是讲咱内政部哦。我去了解啥物呢？我去了解讲伊个地方财政厅还是财政局个款。啊，我找保险人，伊讲内底啦，讲即个保险人已经派出去外口。我当时怎啊？讲一当。啊，然后伊内底地方个官员派来伊中央个单位。你做工会，办的业务拢同款，但是互相对调，类似安尼。啊，所以中央的官员
伊要了解中庭，伊就爱落去实地去遐做一冬，或者是两冬。啊，庭个官员，伊要了解中央安尼做是，伊嘛是过来这庭遮过做一冬两冬。安尼互相有这调派的这个工作经验，哦，对伊个品质、甲伊个素质，会当讲提高足济。啊，咱台湾足少这款个代志，啊，欠啥物人才，对学术界招人来，啊，招来招掉。用这个方式，啊，甚至讲，那有可能就是讲，中央欠啥人，对地方调一个人借调过来，安尼，唔是讲像安尼有训练呢，啊，这咱这做法就讲三个月，也是六个月结束，我都去接受落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像我过去捌伫财政厅做过顾问，彼阵我三十几岁时阵，因为我已经有伫这个地方财政方面有一寡干得较无同款。啊，所以去财政厅借调三个月，去做一挂真特殊的研究案安尼。哦，这款呢做了了，啊，就无阁继续落去，是较可惜的所在。所以咱看日本的这个制度，甲美国的这个公务员，伊看呢服务精神，咱台湾就差人足济。啊，这基本上就是啥呢？日本政府来到台湾的时候，足济人失业，不是咱失业哦。因为咱迄当阵拢足济，他开会量做话，像都农村，不应该呢，那有啥死个问题？阮目睭八点就开始做工课啊呢，四点外精神就开始去刷去田里，就做到暗沙沙回来，那啊暗沙沙回来饭食饭饱，搁再做啥？做畚箕，哦，手工业嘛，做畚箕去卖，因为田里工课做了，回来暗时啊食饭饱就搁点灯火做畚箕，啊去卖畚箕啊呢。啊，每一个人拢无应该呢啊，那是讲失业，啊，但是无得啥。你讲政府带遐济人来，一个手来，一个政府唔免用遐济人，但伊到处用足济人啊嘛。既然用足济人，就足济一挂因用的人就无代志做。即摆一个人若无代志做，别人就想唔爱要应用啊，我咪要来应用。哦，会当杀掉就杀掉，所谓推脱啦，哦，推的功夫就很厉害了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。甚至甲我咧做局长时，要有一个高考入来的公务员，我来时我要求讲，伊都爱伊迄个课啊，都爱认真去清查查啥，咱图书馆内底所有的国产的土地拢爱一笔一笔查出来，哦，那无租出去爱甲办新租，肯收租金，啊有诶是占用的，哦，拢无付租金的，爱甲查出来。叫伊爱改变，啊来定一个租约，爱立租金，啊若无要拖倒转来，啊所以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地方财政课啊，迄、那个财务课啊，迄个财产课，都无闲干的啊，无来个人，无闲干的，啊迄、那个高考入来迄个少年的，啊长你来了以后太忙，我以为我高考进来就可以轻松过日子。哦，啊，下班就回家吃饭，那、啊、晚上就陪小孩、陪家人。你来以后就不一样，啊，这个公务员这么辛苦，我很想请调到别的地方去。你看，我是过来人啦，啊，这嘛是咱台湾囡仔呢，你讲的咱讲的中国人呢，所以我、哦、要五拜足敬，要有一个敬业精神出来。要把迄个工作效率提高，迄个精神啊，唔是短期间会当建立的啦。哦，所以因为人烂，伫中国内底烂，烂到咧来到这个所在嘛烂，爱收红包，就开始的时阵就收红包。那你过去四十年前、三十年前，就是咱上嫌的啥税务嘛，警察嘛，税务警察，人是上嫌的嘛，特别是靠着税务，哦，你那是。无按照实实在在报税，一大部分拢安尼嘛，就甲你讲，哎、欸，保险人，你这欠偌济钱，你这爱拿偌济钱，该算一百万的个，啊，你要看要提偌济来，你若提偌济来，我甲你减偌济，你若提较济，我来减较济啊，类似安尼。假设你若提五十万，啊，就减十万；啊，你若提十万，你就减六十万，类似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你若看讲过去我。台大经济系的时阵哦，我之前拢甲阮老爸讲呢，哦，恁遐读经济啊，盖好盖好，
安尼好，阮若要做啥物，咱才好。我去大水湖去大海关，我游水水呢，不生气，人家送红包啊。迄红包比薪水较济啊。哦，我若要买，拢跳起来。哦，讲你后摆吼，会无啥人转来吼，讲我哩表兄个，吼伊咧做官吼，无啥转来讲哦，你读个少个，啊将来着去考税务啊，去考海关啊，去考银行嘞，讲去考好了。啊，我袂去做个，哦，我着无对伊无注意，我感觉吼，拢是违反咱个咱个道德道德个水准，道德表示讲咱个人格嘛，哦。我想啊，无看人啊咧，第一关，第一关咧，有够标志咧。面顶要贪污，伊嘛甲人关，叫发生代志时，人面顶唔免关，伊就伫遐关啊。怎拢唔敢阁忌动同学咧？哦，本来是拢安尼咧。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这是会使讲真严重个问题，就讲中国文化是一个足大贪污文化。我今日一早伫时代演讲时，我讲迄篇文章内底写讲，希特勒讲中国的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杂草。我要是话，安尼讲出来是讲国语的，不是讲讲北洋话。回后来甲我讲，他说你将写要有根据啊，要有根据啊，你没有根据的话，这样写不好啊。请你去看冯作敏那个希特勒传1975年出版的，你去看那一本书，台北出版的1975年希特勒传里面就说，希特勒说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杂草，没遗憾。我来告诉你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去查查看啊，不过在我发挥不行啊，我有话我别说，我就麻烦了，那是他就外公也不像人开个安乐段啊，哦，一定不能推广呢，啊，不能马上都网络上反水呢，也假过呢，嘿，啊，但是我咧想，想就一旦讲完咧，会当无讲吼，对咱台湾人吼，我拢了解，我拢了解，哦，1994年、1995年的时候，你阿人是足拽呢，怎么拽法呢？你顶位伫1995年，甲你阿人讲讲，啊。哦，你林议长，林议长，咱来合作。我选总统一当一届，啊，我做一届四当了，换你做。啊，你做了的时候，四当了、八当了，换连前做。啊，连续的拢咱台湾人做吼，台湾人有一天独立了。刘刚先哪敢？应该就是你顶位咧甲骗嘛，都要骗。但是咱来讲啦，那是真正徛台湾人立场。伊若讲无好啊，来新来做副总统，伊是袂招我来做总统，安尼嘛好。但伊若敢，伊若是敢的时吼，都甲掀出来讲，你掀我去啊！啊，伊要做人，大家拢足佩服伊啊！我伫1972年的时，李登辉去做政府委员，74年的时，我了。伫清明的时候，甲阮遐兄弟，阮遐兄弟就拢做官伫省政府的。我来甲阮遐这边兄弟讲，我讲，因为清明扫墓，大家做一只工，讲大家甲想看卖，我讲有一天必定会做总统。哇，那有可能啊！一定会名不见经传，李鸿章才是咱的英雄。迄李鸿章哦，迄大家拢话足佩服的，讲大家台湾人以后摆才是台湾人的总统啊。啊，迄个是我咧知影讲，伊迄烂掉，敢会甲支持？袂嘛？啊，若袂甲支持嘛，知影讲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可怕的所在，用钱，用查某，袂想你遐奴才，你永远就变成我的奴才。我要叫你做告别，你做告别。所以哪敢替台湾做任何好代志？无嘛？三个月提倡没有无义，哪有？无可能哦。所以你也想看这足严重的，所以咱来看就讲。
每一个咱将来的公仆人员，咱的干部一定要清廉自爱，一定要不贪不取。哦，秘书长讲的，哪条的贪污，一件代志尔，欠上两件。啊，你贪污的物件有啥好？哦，所以本来我昨日写这个稿的时候，要演讲稿，我总爱写一个大纲。哦，我无写真济，但写一个大纲。我扎一本册放伫身躯边，我一这本册今日摕来给大家看，内底有足济真趣味的故事啊！迄本册叫《桃源趣来》，啊，结果唔知你赶紧啥，煞袂记载咧，放伫册桌仔边啊。头先你遐，我看我的包包内底煞无迄本册，我本来讲要落去迄本，迄、那个包包内底煞无。迄本册叫《桃源趣来》，我印五千本，啊，后边后送啊，才剩无十本，剩五六本尔。中华本尔，啊！但是有人吼，因为这本册好看，足侪人在看，所以有人甲倒印去外口流传。甲我本来伊拢共款，我即款咧有人倒印啦吼。啊，所以咱就想看吼，这贪污腐啊，是中国文化内底五千年内底无法度消灭的。我是甲一种啊，即拄着历史语言研究所说的叫李石强，即中国人哦。迄工，迄同事都唔知啥物贪污案抓着呢哦，啊，尤其伊伫迄个研究内底咧慢跑，啊，做行咧休困，我咧行去，我怎甲对起我？李所长，李所长，有你什么事？哦，这个贪污这么严重啊！你以前常常写文章在骂国民党啊，现在你为什么不写文章骂了？我没办法了，老弟，中国已经没有希望了，你要求他改革，简直要他的命啊！我已经没有办法，我老了。你去写，我可以提供资料。你说呢？因为这五千年文化已经无法度改变了。中国的陶官，我主你去中正大学去讲解讲民主化过程内的贪腐问题，国际研讨会各个国家那个贪官污吏的问题。中国一年有40000多个陶官，比当爸。贪污啊！哦，人要抓，开走去西南。第三人贪污啊，人要抓，开走去东部。第东部走去西部，安尼走来走去，你抓无40000外，迄是有统计哦。哦，无统计超过这个数字，天方夜谭。全世界马上一边讲逃官呢，贪污到尾讲，怎样讲会家己贪污到成鬼魂啊？做一摆出发，开走去，唔知走去倒去安尼。这款的国家公叫人甲伊通的啦，所以你要听话。啊，台湾上严重的政商勾结，迄政商勾结做到互你天衣无缝，因为啥？伊拢打点和谐，民众是安贪污会晓了的，伊无法度完全打点。哦，你看我迄个同事叫做林宗正的，伊都有影足大意的，伊吼甲迄个顾家足要好的，啊，所以吼。拢无遮拦，哦，拢想啊，咱鸟仔政权咧，从来拢是立赢咧鸟仔政权啦，所以创一啥物件有啥关系，啊，真爱去表示讲伊甲无啥人关系就好。啊，遐长官啊，时平一过去，时平历史来叫做三林啦，三个林就是林宗正、林万利，啊，搁一个林向海这三个，是施明德做民众主席的时，那三个最重要的幕僚。啊，林宗正因为伊读东海大学，我伫东海大学教过一年，我就去美国读研究生，伊当然也是学生。啊，因为足济即个咱个工商界个即个少爷拢东海大学读东海大学，考袂着公立大学，大部分拢填东海大学，所以伊足济同学拢是即个财团个即个老板个囝，所以伊拢替市民个无看。一部关心，当然，这个选举中间，伊替什么人无看，足侪立委，也是讲这政治人物啦，伊拢足熟的，啊，所以就靠这个关系，替足侪人做关所的代志，甚至于通风报信。最后当然是东窗事发，判14年呢，伊夏威夷大学的迄个经济学博士，哎，所以大家要注意，哦，绝对唔通去做这个，哦，歹代志就对啦。啊，台湾的政商勾结，哦，
对，伫我本册内底都写啊真具体啦吼。啊，像我面顶有一个学者看了迄本册，讲啊，大家讲，甲迄个我送伊个，我送一个学姐啊，学姐送伊看，啊，甲迄学姐哦，将来百年以后吼，若要看到当前的正相交的，都要参考这本册哦。所以这本册伫啊公共行政学界吼，哦，真是学生拢爱读的啦。啊，然后呢，咱看就讲，伊往政府来到台湾的时候，用足济人，所以冗员太多。你看咱地方政府，伊的编制拢足大的，哦，分到地方政府是徛伫即个服务人民的前线，爱用足济真济人做一寡真油的工作。但是真济物件，咱拢会当改变，毋是讲每一个人变成正式公务员，有一片的，即摆改变足济啊吼。但是伊要有足济公务员，想过济。人数也要精简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劳役要平均啦、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为，卖讲为足无用啊，为经营啊，哦，咱讲公务员内底一个现象，就是讲公务界的现象，就是讲有办有能力的人做甲必死的，做甲劳废劳干，啊，无迄个实力的人，用先先，安尼都唔对啊，哦，完全只拢在咱的主管，咱的领导阶层，伊迄个能力有好啊无？领导阶层若好的时候，唔免用足济人。我会记哩，我接这个局长无偌久的时候，县政府增加50个名额。啊，县长就来问我讲：，哦，啊，大家开会拢咧争取名额，你啥人无争取？我讲，我县长，我现出是30几个人，分四个单位，拄好工作上拄好真好势。吼、哦，啊，即若增加一个人收用的时候，会别人会去学伊。就开始变大，所以讲绝对唔能够加加人啊！哦，大家将来若增加单位，咱就要增加一个分酒课、饮酒课，迄当阵咱才按照需要来增加人员，安尼就好。哦，这就是咱爱徛伫这个管理者的立场来看这个代志。你若增加一个人来，现实是入来无工课，或者是讲一分另外一个人的工课来做，但两个人迄工课无够济的时阵，自然有一个中间就有一个较硬性，别人咧无形中间就会嫉妒，即真正诶心理嘛吼。然后咱来看到讲，主管一定爱有相当的能力吼，啊，主管的相当能力就是领导能力。所以顶摆咱有讲，领导能力就是要有企划能力，爱有先见的能力，爱有执行力，要有资讯收集的能力，爱有判断力吼，爱有决策力，爱有行动力，爱有体力。啊，健康的体力吼，然后爱国际思维、国际化的思维跟在地化的行动吼、哦，所以这综合起来就是讲，头先进前咱本来在讲这个干部的训练的时候，讲的领导能力就是这问题吼，真侪物件拢是后天的训练，先天当然有先天的必备的条件吼。哦，那就这个决断力足重要，啊，甲行动力足重要，这有诶是拢伫先天上诶，有诶胆识不够，应该做诶代志，无迄个胆识，我着做勇敢诶决定，安尼先着做个代志安尼。哦，那就讲李登辉好不容易做个总统诶时，伊若无是真开阔诶国际化诶观念诶时，看着台湾未来30年诶时。伊接执政了的30天后，伊来当看遐远的时，今日咱就做轻松的。结果迄段你看无遐远，啊，干咧无用咧斗争，无咧斗争的时，然后斗争的过程内底，佫受不了人来攻击，啊，所以就是啥，就变成讲尽量去压缩家己，压缩家己的意志，哦，去融进。所以头前八天完全伫遐咧熬袂煞。国家讲好不容易讲总统民选哩当选了，按照道理，伊总统民选当选一定爱大翻盘，爱甲变动，结果无法度变动，无法变动，就是伊今日上后悔的时阵的所在。主任，我去国金弄遐，我还讲起讲，哎，我过去捌对你认为，伊讲啊，我真能讲在去经历历险事。我讲啊，伊身体好啊，歹，我真久无甲伊见面啦。伊讲还不错，所以真久写是，太一档啦。
拄好2008年，我甲伊见两摆面。啊，讲我甲讲，啊，又讲啥？容易做怨叹。我讲幸福，怨叹讲幸福，幸福边拢无人才。啊，为着有想到台湾的今仔日即款的现状，困袂去，困袂去。各位想看嘛？伊1988年接手，到2009年都偌久？几年？哦，1988年啊，1988年开始，到2009年将近20年嘛。哦，2009年了1988嘛，20年嘛，哎，就是无迄个观念。我安尼讲实在是足歹势，按照道理一般大家拢足钦佩。伊去接近去12栋啊，但是我讲的观点就是讲，伊爱看30年后的台湾是安怎，伊就爱伫迄个时阵开始安排30年后台湾要做的代志啊。伊若当看遮远的时阵，伊就成功啊。所以即个例，我伫迄文章、迄篇文章，我迄篇文章吼，可惜无印出来，啊，放伫即个硬碟内底。龙晶专家李登辉的置业与贡献吼。我来你讲，蒋介石死20几栋，蒋经国死20几栋，但是伊死以前所做的安排，对于身后所做的安排，到即阵要成效，到现在，到即个位置，伊安排遐人要伫执行蒋介石想要爱的方向甲进程，安就是厉害，已经44栋了呢。蒋介石那不这么厚，他没这么厚，他在1986年安排民进党成立的时候，一手主导民进党成立，安插他的人受过训练的，政府有训练的人入去在党外跟民进党，然后开始主导民进党，透过民进党来领导台湾人的意志，台湾人看不出来，支持民进党，结果的时候，台湾人就对民进党走入去澎湃的方向。我想最近这两篇文章，我深深有感想，真同意。然后我就甲你讲，洪锡昌迄个傲慢的代志，我就随机传入李秀莲，伊唔知，李秀莲唔知，伊是傻大姐。就可惜，哎，对，伊来问我，我来甲讲，这吼、我是安那，以我这一开始少年时代都对国民党有意见的人，无加入民进党，我迄阵搞孤寡呢，一个独裁者哪有可能和你心里反对党？就是1984年江南岸发生，江南岸发生以后，美国对这个蒋介石政权有压力，无唔对，有压力无唔对，但是伊一定是做真妥当的安排，也当完全控制民进党的时，才给你成立。我迄阵就安尼想啊，所以有人叫我讲来加入民进党怎样，我讲不看了不看了，哦，哪看哪清楚，哪看哪清楚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哦，各位一定要不三时，一定要来接受这款的训练。听一款的消息，我还记得1989年的时阵哦，那边选举局一个一个的，民众拢投入选举机会路线。我等于我的故乡替民众徛台，有一个火车头的站长，一路对着我，打几个通呢？你这个高音，你这个高音啊！啊，你不是你的学生？啊，你哦。无替国民党的人做选就咧害啊，故意替民进党做选，袂过，哈哈哈！不过为啥？为啥？你唔知？过几年你才会清楚，这当时你要看代志看袂清楚。然后，等到当时，等到1999年当选了，1997年的时候，宋楚瑜。在李登辉发车，伊对着我只讲：“哈、啊，你是做冤件的，迄种我人拢袂信。
就伊不是讲了伊讲外省人，咱一定是讲，那遐中国人要支持你，你要做总统，一定是会甲伊斗相共。那你想讲宋楚瑜这款人是迄款，有迄个目的的，包藏祸心的就对啦。哦，重要改战，重要改端，就该换啦。哦，因为宋楚瑜才是背骨咱的嘛。哦，类似安尼啦，讲哎，你的更改哦，你过去的做法啦，我迄阵甲你骂干嘞，足歹势，足歹势。都系你话差偌久？1989到1997，七八年，你为啥以后对我拢对我足好诶？安尼对我足客气安尼。所以吼、一定爱大家一定爱足侪物件爱看清楚啊！一定爱不三思吼，看有关这方面诶迄款诶文献就对啦吼。而且咱有机会去听这方面诶演讲甲分析。因为政治的现象后面，迄个本质爱创清楚。我真早了解，讲国民党这个本质，并不是民主啊。宋楚瑜就讲，我参与两位是父情同父子，哈、我迄阵我就讲，大家拢讲予一般人无去用心思考的人听，哦，伊是咧要牵你两位的三旗啊，要往面顶爬去安尼尔嘛。伊是安尼讲，是安尼尔，安尼之意嘛。伊要讲讲，伊形同父子，实在是互相利用嘛。哦，那是形同父子，绝对毋是迄款个作风嘛。伊煞袂堪伊忍耐，煞袂堪伊忍耐。伊做中央党部个秘书长时，李登辉个幕僚就甲我讲讲，你要准备哦，因为阮即内边两三个人吼、甲立宪个核心分子，一个要调去。中央党部迄个陆工会做主任，啊，即摆时阵就欠一下，啊，遐准备一摆读油费安尼，我就当面准备安尼。一旦三个月过啊，六个月过啊，一年过啊，拢无消无息。陆工会先缺，一年后发表是一个军人来做陆工会的主任位，李登辉已经骂无去呢。我阵就讲清楚，讲宋楚瑜甲李登辉完全不一样，对啊。果然不错啊！你认为要行是民主的路线，宋楚瑜在迄个民主化改革中间，伊有一段时间是隐藏自己，哦，最后一下露出马脚。50出头岁，伊那就强出头，伊那较进来，甲连宋配，伊那是无共款。你李登辉是主流连宋配，唔是无，结果连也不喜欢宋，宋也不喜欢连，无连宋配。而且你讲李登辉甲伊做弄个，啊，所以这些政治物件吼，咱若不离身边近距离观察，无了解，足侪人伊讲啊，李登辉做过来个连宋甲分贵类似安尼，啊，实际上实在是连也不喜欢宋，因为宋伫咧咧诋毁连嘛，哦，宋透过伊新闻系统拢咧骂连，啊，连当然也不喜欢宋，因为宋个这些人足强手，连也没有办法克制他。所以两个人都好，发觉都好对阿扁来讲有利嘛，啊对李登辉讲不差，你不赔就去赔，你不赔就算了，啊所以唔叫阿扁来执政，这个八年的代志，哦，所以总共就政治的判断，连嘛看唔到，宋嘛看唔到，不管是连战或者是宋楚瑜，拢无看到李登辉背后台湾人对李登辉。你留意迄个情节，所以宋的也无法度做总统，连也无法度做总统，拢是因操之过急。哦，听讲连伫2000年选输了，伊就对李登辉翻脸了，叫伊较紧主席下台。本来李登辉要不能当主席的，伊为堂姐，伊叫伊较紧落台，啊，就是倒请李登辉嘛。啊，宋本来来讲，甲连宋配心。连做四单啊，八单万一，伊今仔日做总统，那有差，哦。那对李登辉来讲，伊当然较爱连，较爱爽。李登辉嘛真清楚，爽的这个人是溜溜球球的，哦，酷派人物嘛。啊，有一次我伫中华商业学校迄个校友会演讲，哇，像咱可能边啊较济人，我来甲因考试，伊当然1994年的时候，哦，我讲，甲大家考试者，现出是台湾上有权力的是谁？最有权力的是谁？
哦，大好，我未着火，我唔着。算来算去，讲来讲去，我互恁讲五个，结果第四个讲松鼠，我唔着。蒋孝武死了，就是松鼠伊上有权力个。蒋孝武未死，经过国民党邀请蒋孝武来做，包括李登辉，拢爱认为气氛呐。我安尼讲，是毋为人知啊？有民主化闹闹闹会安尼，大家足清足无清楚的讲，李登辉也是蒋家的家臣啊。伊要不如啥？伊李登辉要不如宋楚瑜，不如蒋介石，不如李延初。所以，安尼看政治，一定爱对遮看起。连署前啊，所谓没有声音的人，最终一时有声音来无？伊伫内底发声音，伊无伫外口讲话安尼尔。伊是太子太保，伊是陪蒋孝武去德国读册。伊封建时代是太子太保，所以1990年找伊做副总统，迄是蒋家对伊的酬庸啊。李焕嘛不看无清楚这个局面。1990年发动迄个三月学运，迄些是头个派，哦。当然蒋经国厉害的是讲，伊已经是看得出讲王生甲李焕可能的祸害。蒋家唔是遐简单，特别是蒋经国，迄、那个手腕甲迄个细腻，已经甲迄个程度啊。所以防止李焕的势力做大，用李延初来压他，用蒋介石、李延初、甲宋楚瑜这三个，包括台湾人代表的李登辉。我这篇文章，在一篇文章里讲，正是因为李登辉的蒋介石老，用一个台湾人来做总统，欺骗台湾人，讲恁台湾人已经当当家做主，实际上拢是外省人闭了面趁好康的，这个显出来，我大家知道。所以李登辉也无法在前半年做改革，甚至后四年也无法做代志。所以蒋介石浪费12年，甲伊个性有关系。我讲，李登辉究竟是一个长期用心伫向下头咧做研究的人，伊毋是一个革命家。伊若是革命家，伫1996年的时阵，就甲变做啊，完全无共款。遐个咱就毋免较辛苦安尼。但是讲了伤济啊，实际上我讲啊，遮都爱休困啊。大家毋知有啥问题哦？但系讲人事管理，啊，各位财务管理会知啊？咱个李登辉已经讲了，敢毋是？观念上应该讲啊，啊无我一直讲政府管理，才讲财务管理好啦。啊，大家唔知啥问题哦？啊，请问，哎。财务管理，我即几工我伫咧问吼，我因为听讲民政府含流氓政府要做伙协，要做伙合作啦。啊，你民政府对财务这方面安怎处理？我做啦，那有机会。无啦，讲以后就两个政府。要竞争哦。对啊，竞争。无要甲伊合作，咱后过来甲合作。无，后尾安怎甲伊？你若加起来是流氓政府，流氓政府就算失掉。并存啊，并存。你说并存那先上来啊？里面建木了。我将来唔捌讲要甲中华民国政府合作，将来唔捌。但是，那都买嘛无做伙。我已经讲过，是台湾会变做双政府时代。什么话叫双政府？其实，中华民国的这个台湾 authority 的对口单位是 AIT， 是国务院。民政府的对口单位是 USMG， 是广播，是无同款的。这是军属政府。即摆军属政府，咱即摆是要要求美军入来以后，即我后壁还阁一节课的啦。迄当阵要来讲，军属政府入来台湾以后，咱是要要求讲先接关海关移民署。即摆咱要出门出关的时阵，唔得有10个。咱的护照，咱的身份证发来，你若经过伊中华民国的移民署甲迄个海关啊，伊拄啊发迄拢拄啊死，
袂当领导嘛。所以咱是讲双政府，毋是要甲伊合作，绝对不可能合作。哦，最近他误解哦，对外文章来写足清楚的，你无读啊？啊，重修啊，重修。被割当掉了，当掉了，现在进来，你需要再来。我有一个问题哦，那古今说海洋的 The People of Taiwan 哦，用最边哦参与国共内战哦，产生的伤亡，从八二三炮战等等哦，赔偿要哪追溯？啊，个大概每年3%的通货膨胀哦，为66年嘛，每年3%，你有估计大概会用摕偌侪钱倒来？我不想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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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古今说还要有台湾人，恁民政府按来认定，恁个定义做，恁是台湾人，还是滞留在台湾澎湖的中国人、中国难民？什么人？王金平甲王金平，甲吴伯雄这阵的，伊虽然是法律上的古今说还要的 people of Taiwan， 对对对，但是伊勾结蒋介石部队嘛，恁按来认定讲这种的，类似这种的人，是到底是台湾管理法的？滞留在台湾澎湖的中国难民，还是旧金山合约的 The People of Taiwan？ 林正南，中国人，你好，日本台湾人啊，这是我来回答。你头一句话就讲唔对，人民政府，你那是咱民政府哦，还是咱？赶紧，啊，咱民政府啊，咱民政府好不好啊？第一点，第二点呢，你问的这个问题哈。咱这个是《公民权利法案》，我今日来讲啦吼，你讲课的时候，我一直强调一句话。当然，我后节课迄个《The People of Taiwan》跟《The People on Taiwan》爱分开。这个《The People of Taiwan》啊，我已经有讲过。美国人甲咱讲，伊讲恁台湾人无智慧，恁台湾人无常识，因为实际上台湾是占领者甲被占领者下斗阵。占领者利用这被占领者的背骨，有一寡就是你听我讲遐人，遐人呢转一个身份变作占领者，去统治咱。对这个人后摆要怎处理？咱伫公民权利法案原来有一款要安怎处理？唔是讲你因为咱即摆人迄个要实施遐代志吼，讲了心脏吼，迄个抗力。太大，所以呢，我希望讲我去上课，总理去上课，你也是认真听。啊，有我代志唱伫迄个内底，你也去理解。所以伊讲，迄个总理讲啥物，你也定定上网落去看咱个官方个网站。我甲你保证讲，我即摆若转去吼，礼拜暗时啊拜，我上少有3篇文章会出来。我就是因为含各位安尼讲了吼。我一块观众，我会写，你去看嘛。谢谢。谢谢。要啥问题？哎。那不就吼，你这里王金文啦，可能是要走路的费用的一个坎，所以这华博这外资的钱哦，咱从来也当个无，外地钱，这吼，这要看咱民政府的用的到底程度，应该是会使，你知无？嘿，就是讲咱，假使讲咱若有司法权的时阵吼，咱开始追究贪污，啊，然后追究贪污的时阵，
就是开始用迄个财产来源不明罪，对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地方政府的官员来催嘛，来追缴嘛，来追嘛，迄个税源嘛。哦，创伫钱啊，讲咱就对，但对方若要甲咱配合，咱嘛是查会着啦。啊，若创伫美国，拢真清楚，真清楚个。瑞士嘛，其实咱伊袂当公开尔。哦，啊，咱伫台湾的时，迄个财产总归户甲存款总归户就脏着。两千年，迄个未投票进行，国民党就传一个声音出来，讲，假使若是阿扁当选，哦，财政部长若毋是。以国民党的人在做，股票要跌到剩三千点，安尼呢？你就已经放声了，阿扁也听，讲你财政部长一定要用我国民党同意的人呢，所以有我一个无路用的，你学者就是安尼。迄个时阵，敢若像讲这句话，我会记是统一集团的高清院，嘿嘿，高清院这个对，啊，所以吼，台前人足恶作的。伊讲我要财产总归户，财政部讲袂使；我要存款总归户，财政部讲袂使。结果我都试探啊，我都试探啊。嘿，啊，所以假使来讲财政部会当讲开放，互你财产总归户、甲存款总归户，马上会以上诶，一主管以上诶，当查询诶，我做不丢脸诶。反正我内底一个主管以上的，伊的负责我拢清清楚楚啦。干呐，我有资料尔，干呐，我看会着尔。干呐，馆长甲我一旦看，其他馆长任何人拢袂使看。啊，所以财政部长转换啦，伊嘛会当对立委、对迄个政府官、所有政府官，甚至这个常务处长啥，即个时阵看，甲财产拢会当。查就输了。对啊，伊嘛会消灭掉，无唔对啦。但是你讲咱伫消灭掉之前，拢爱冻结，拢爱冻结，冻结起来待查就对啦。待查清楚了，才会当开放。将来咱上头听，就是变啦。若假使接手时，上困难就是讲变啦，维持台湾经济会当继续运作真顺利啊，这是解困难。18%敢袂用比较办理，18%吼，拄仔迄个阿姨讲，18%啦，一寡军公教的18%，会使比较办理无？针对因咧国民党用军公教的18%咧买票有无？会当安尼甲伊约转来无？哦，这伊迄条看可能难啦，18%是困难啦。对。嘿，咱拢知伊会用这是军公教，大部分拢是伊的人啊。哦。你讲嘛？其实你讲的这个问题，咱民政府甲美国捌谈话，安怎谈话？你拢未记一个代志，你乃未去问讲，奇怪，你民政府你这干部，你对人事你决定就决定，安怎免来投票？你袂安尼怀疑吗？会无？会无？我叫你讲会无？一定会。啊！你是变什么？叫什么人做州长？啊，变叫什么人叫做参议长？各位，你拢未记一个观念。台湾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，所以起码现在是军事政府的执政。军事政府唔免甲你参详，军事政府会当决定。所以讲，伊顶个月台西迄个枪杀五个，嘛是表示讲。伊很主席甲你表演讲，伊即卖就是一个部队，适用的就是军法，军法审判就是直接有犯到那种杀人罪，伊才甲你掂掂就对啊。所以你头我，迄是中华民国的问题，咱甲中华民国无关系。你查到你问的问题，我即要甲你答案就是讲，咱有法度处理无？因财产体对，各位，咱唔免用司法，咱爱用啥？军法。我甲你保证，两礼拜解决。所以咱即马真需要咱的团体内底需要真济司法官，需要真济司法人员。但是这司法人员是收的是中华民国的司法，所以咱嘛要考虑。所以，
咱开始有去训练，你唔免烦恼。咱有这种的人，我甲恁保证讲，咱内底已经有这人。现主持、现任的、现任的都有七个伫内底，所以其实咱拢有咧准备啦。咱即马上届要紧的，讲咱这个团队内底，今日收的份，唔是讲你来听听安就好啊，爽，唔是，你的工作嘛足多。后壁我若伫上课时，我阁甲各位讲个足清楚，吼、嗯。好，还有其他人？啊，时间到了。哎，要有啥问题无？青龙，你要补充啥？啊？啊，其他有啥问题？你到时候，哎，你讲，你讲，咱讲即马房地产哦，期间的吼，啊，即马在你打房吼，这种始作俑者拢是国民党。啊，你一挂专家，也是这个绿色的媒体吼。三年前，国民党咧操作是拢无，咱家己感觉拢无声音。进前来国民党就宣布说开放陆资来台，比房地产，哦，啊开放陆资会使来标咱的捷运的什么一寡公共工程，啊个什么开放40年的优惠房贷，哦，啊咧这个声音，这三年多就爆出，哦，一直差一直差，差到今麦才开始在打，啊今麦打完啦。比如啥，拍苍蝇不打老虎，不过有一挂人睁开，这土地是台开发台湾祖先落来个当的建地，只要要贷款，贷款讲吼，哦，这土地贷款哦，啊，打房，照估计下6.5%还是5.5%，啊，财团人贷30亿、100万亿，因够其他的企业，因有法度通啊，伊甚至免贷款，只是贷款，伊嘛有法度负担的利息。咱小百姓，这个计的财产呢，借钱就是输了，咱要运用无运用，甚至讲有的讲已经投资办咩做生意，也是囝做头路，啊贷款，即摆个期间到，爱落落来，还佫修正落来，6.5%，啊唔落爱去卖这土地，也是合法人去拍你，这真无这款的制度，太苍蝇不打老虎，真无理，谢谢。迄位奢侈税被打房。效果并无好。哎，一开始的时阵，我就写文章甲哦，批评啦，甲讲迄是完全无作用的啦。啊。